真正学会只有一个礼拜吧，一开始是觉得很不耐烦，平衡不来就很懊恼哦。骑脚才坐上去，我不会哦。刚刚你的表现我真的太恐怖了，不是我一个觉得恐怖，每个人都觉得你恐怖。啊，我觉得很尴尬，因为我不敢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。他一直觉得他做不到，就有点不舍啊，因为毕竟我相处啊六七天嘛，以后应该很难再见到面了。